金融揭秘。月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热炒盘房，金股汇有价值就有得炒，最快最准最有价值的投资咧，尽在热炒盘房。立即找陈小姐 WhatsApp 6056-9992，搏击会同埋金融揭秘的会员咧，仲有优惠添啊！你哋好，又到礼拜五，都唔止，仲系月底添吓。咁啊嗱，我哋兩個會，搏擊會嘅宗旨係中長線投資啊，大家都知啦。咁啊，特別開多個熱炒盤房，就係宗旨係短炒，短到幾小時、一日先，甚至到一兩日或者成個星期不等嘅短炒。OK， 咁啊，呢個四月份，無論中長線投資的搏擊會，以及新開的熱炒盤房的短炒，都大獲全勝，長中短全勝的。OK， 嗱，搏擊會的中長線匯盤，咁紐元對美金啦，收市升到上去0.7250啦，已經，人民幣對美元啦，或者你講美元對人民幣啦 ，OK， 收6.4640，喺月頭仲係6.5幾之上嘅，而家6.4660收市嚇。俄羅斯盧布美元對俄羅斯盧布收74.50，又係中到不得了嚇。俄羅斯盧布一路係咁升，咁誒跟住嗰兩隻 carry trade， 我介紹嘅人民幣對日元係收16.85，亦都係升咗好多嘅。咁誒另外嗰隻瑞士法郎對俄羅斯盧布收81.8，咁呢兩隻 carry trade 都係賺息。一路由你開盤嗰日賺息賺到今時今日啊！你只要未平倉，仲賺埋價嘅，係財色兼收啦。咁誒，長線嘅大長金、大長銀唔使我講啦。呢個四月份兩隻都升翻上嚟，係咪先？咁即係咧，你繼續持有就得噶啦，睇都唔使睇啊。OK， 總言之，呢啲咁嘅長線盤見低就吸。OK， 唔需要平倉亦都。咁啊，匯盤全部都係見低吸，頭先同你所講嘅紐元對美元、美元對人民幣、美元對俄羅斯盧布嚇，同埋嗰啲所有嘅 carry trade 見低就買 ，OK。仲有四月份介紹兩隻 ETF 係四月中之後嘅事情嚟噶啦，就一隻黃金嘅呢個ETF GDXJ。